哎，螳螂直接来抓了。嗯，这波深蹲啊，知道你的路线的。来了。哎呦，成的很快。被迫交成，小的被吃了很难受啊。小的被吃了没钱了。四个小的50块。哇，这样玩火男不能一圈野回家出火炬的。哦，不是火炬，那个小火炬。这红 buff 都不一定能要了。哎，直接抓 E 过来学 Q。怪这伤害。怎么说 AQ 杀不了。哦，死了，刚好。卡纳比。这伤害就真的刚刚好。兄弟，纯粹的刚刚好。真的。就一下也不多，一下也不少。火男太脆了，那个 AQ 一个孤立无援感觉打了200连就差不多有吧。哎，这波有大招，要不是打个进化。感觉这个大招还是要放在中路。来来了，撸上去有说法吗？中路真不换血啊，一点镜头都没有，不掉血的这两个兄弟啊。是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我玩打排位，我玩个飞机和小炮这种英雄，就跟别人换血都，这两个队都打得头破血流，你知道吗？那肯定。哎，这叫羊，打个闪，这波熏在靠，感觉这波 missing 要死，应该没了。怎么说？能走几个？闪现想留入了，入了有闪有盾。先开盾，哇哟，熏这个 W 带预判的，有点老。是的，这波 BC 还不能送塔。嗯，这样的话送塔是给塞纳的。怎么说？要不送塞纳吧，肯定比送小炮好。过来吃个经验。这波昂直接踢过来，要吃这两个虫，不管了。小炮这波有踢，下路有人带，小炮可以打完架再踢下去吃线。哎，这波直、哦、直接大招 W 打。但好像伤害够了，哇！这波蓝魔大招放的有点好，再来一个大波，有交闪，直接让熏吃。Knight 不会是保威派吧？想呀，喂、跳脸了，跳就后悔。怎么说被指被大，然后牙膏不给你刷最后一个很细节，然后啊，超级扫弹打小兵，喂嘿嘿，好细节这一波心动真的。牙膏这波拉满了 Q3 再接羊，羊没接到。什么牙膏现在打的 Knight 有点来劲啊，想太多了，稳太想预判了，看来没想多了。这波熏还有闪，但熏感觉怎么说要死，要死了，要死了。这是螳螂啊兄弟，先隐身不给你放技能。哎， Q 到了一个晕，再拿这波再反蹲能不能。兄弟掏了二，这掏昏了。W 到 Q3 来了，大招打到底，直接掰掰完之后给 Q 上当了，着了，撸了来了。怎么说给个大招，这波还是预判大，直接跟 W 闪进去 A 弹扛打的是 Ruler， 我有脾气好大，还行吧。这局这波人头比较干，不掉什么节奏。哎，又来了兄弟，又要掏老二了。怎么说直接隐身找到位置，老二羊刀 Q 一下 AW， 然后再隐再 Q， 没闪再隐。哎兄弟，我说实话，他帅是真帅，是他是跟你学你那个连招，哦，就是一套打完不回头看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然后发现伤害，发现伤害不够，然后赶紧回来逞一下。那他反应挺快的，直接踢过来，小龙爪，又抓熏，熏被打到动不了，走路就死，不是他就。鼠标点了两下地板，他就要回家了，那怎么玩呢？这火男、把队友全捆住，捆到旁边，给我当保安。大招大一下，蓝魔大招大的不错。艾希再接大，哎呦，只能往后跑吧，表姐。要不叫劳威上来玩一把吧？还，应该还真是这样想的，他应该是不想玩了。但是劳威去没去都不知道啊，主要是没去现场是吧？就他有可能，有可能没去，要出差嘛。就是BLG在上海的话，他去北京出差，他有可能就直接没去了。就你确定让他上，他才会去。就有可能让他上，如果完全不让他上的话，就不上。哎，这波阿兵来了，被逮到被追，有闪，撸回来，直接再掰，然后再交闪，往队友这里跑。实际被 Net 打退，这波 Missing 这个位置有点危险。BLG 好像可以。尝试慢慢追一下，昂肿了上去，那他还会有欧文往前顶，顶到底。怎么说？希尔也要自爆了进去。啊哈，啊哈，赢了，赢了，位置脱节了。刚才追阿兵的时候，然后被小炮把弱弱逮捕了。兄弟翻了，这波，
这波大龙打了小龙也有三龙了，这波京东是不是有战犯啊？感觉，哎，怎么说？要不要抢 W 回口血过来给个 W， 有点后悔，赶紧走。哎呦，还在操作，在慢慢刮，哎呦，刮死了一切，没进化的还能操作啊？哎，兄弟，你就操作吧。不是，这俩人真有点变态。兄弟氪金的魅力，对对。不是，这思路太清晰了，知道你 AD 没进化，知道你们这个打楼打得很慢，我靠。哎，欧文教养，放此地、哎、Q 三瞪回来，抓住点，真要死了，这不。我怎么发又翻了？主要是你，那你知道吗？你看右边那个针眼，他们第一时间是看着飞机的位置的，飞机的那个针眼落手的一瞬间就开始教养了。这波飞机在中路的话，他们也不敢开，主要还是知道有人数差。嗯，还有处理方式吗？这波没 了，应该没了，那只能去推中下了。第二就大龙 buff 猛推，阿塔已经拔干净了，再翻一个红 buff， 巨爽。哎呦，教羊了！教羊，两波大刀洗满了，一个羊撞到日女，但也没什么用。很难还手啊！现在京东主要自己送了两波、大龙 buff， 还有一波，感觉还要推。哎，欧文的位置有点尴尬，不过蓝波没大，左边也不敢打到底。啊啊！哎，牙膏啊！困了，刚打就困了吗？嗯。要不要躲一下？欧文被反射，但左边不敢还手。怎么说？只有 Ruler 总上去 ，Ruler 我有一个人总三只，那两个 T 也只能往后走。不要再提速了，中单不在，现在有伤害的点就只有没有，就左边这全都只是放技能 poke 一下，兰博没大招也没用。哎呦！遥祭还在点门牙，先点掉一颗，温撞进去没后续，进给个 Ruler 虚弱 ，Missing 闪现到拳手先回一个血，卡纳比，牙膏快服了，可以走了。雨季不在，给不了控制。哎，又谁被抓了？卡纳比被抓了。啊？什么状况啊？京东狂送开始，被那个花粉看到了，就摁头。哦，被顶断了。再见，怎么说？奈特死了，刚才交了闪，没闪的伏笔。那奎桑提也可以把女 T 杀掉，看看后续。欧文踢下来有点后悔吗？这个位置，不过京东不敢追。本来玩着玩的好好的，然后突然一波松懈，松懈完之后就都头晕了。然后 BLG 是觉得自己翻了，随便玩一玩。哎，哎，小刘在拉扯，追不了。赵阳想开卡纳位，开兰博，兰博没闪的，被晕住。被晕住，塞纳跟大招有中亚吗？被奎顶一下，但第一时间死不了，奎很伤害很低。挨着龙红看不了，其实卡纳贝如果不露头，自己去掏一下龙，嗯，还行。但掏龙的时候，加怎么办？加没了，掏了，已经去掏了，掏吧。哎，阿斌没位，没过墙。哎，关大招往后躲，还是要被留，这没了呀。乖乖被流惨，然后螳螂哎，昂也被射了，昂E还吃到了闪，欧文也倒了，兰博双杀，卡大卫在后排拖一下人算了。这波京东赚麻了呀，好顽强的京东，两个队都很顽强。其实叫羊撞谁？撞入了，但是没有人可以跟。怎么说？先让反手放个大，放的还可以，卡大卫在后面掏二，喂，直接掏两个，怎么还要去掏？还要去掏？他是强化的大招，卡纳比动不了了，交个城抓一下就死，正面也被阻。那这样的话能一波吗 ？TP 下路想一波，希尔先把家里冰清了，然后再踢过去，直接踢这个冰，扛着这个兵线踢。哎哎，我操，阿冰，什么意思？但是我感觉还是要一波，兰博踢这个炮车兵就行啊。啊？啊，踢了。8秒钟，火男10秒，不是得有人扛，哎，得有人扛，得有人扛。
对啊，塞纳没用、啊。有人扛出那个小虫，现在是五虫，五虫出那个小虫，出小虫就能一波了，直接被毒 ，OK。啊，兄弟，翻中翻，这把能翻，说实话真的是金龙太厉害了。这种局能翻，就已经达到这种局了，就是这种后期能被翻，这真的太离谱了。能行吗？威能来吗？老威，老威真的来了吧？老威。